大结局，应该是要结局。堡垒应执行应急模式，重生者。这三个叫重生者。还不能够自救，得够快。不够，还不能够自救的够快。不要发狂。所以他们是接近有特工的能力，但还不是特工那样的程度。想不到这边还有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。为什么电脑控制室是要过这样的关卡？这是什么回设计啊？这是什么回设计？勉勉强强，勉勉强强刚好过，还要打王，哇！烈焰队，哦，好帅哦！靠背，所以要打三只王。暴气，我的的的，哎，哎呦呦呦，吓我一跳。走过来直接撞我，
为什么攻击差那么多啊？印子太大了。打他了，打到他掉下去的痛。他可以抓我，我赢了，这电死了，哒哒哒，这个电好好笑。为什么这种地方死法这么好笑？为什么这种时候死法这么好笑？电脑是谢谢月下狂安，月下夜想曲16个月订阅。对啊，他受伤的那条线要怎么打？我也是觉得很奇怪。其他设计所有王的地方是蛮神的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觉得这款其实是神作，只是不多人了解这样子。靠，怎么办？怎么过？
箱子不行哎、欸，这要下面钥匙才能拿。这完全没线索。没线索，场景的箱子可以拿过来吗？好问题，或许可以。或许可以。好像可以，不行。这是为什么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还是跟我讲好了，我不想要再卡了，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个地方。密道，我刚好爬。暗丁导师，这个超靠背，超靠背。这他妈的超靠背。谢谢谢谢。
是啊，靠呀！知道。啊，没有看到。Fuck！ 我好像重来。还好是从这里。不行啊！好，像你算你厉害。还好他没有让我重来，不然真的是哭欲哭无泪。我们偷偷为人民开发无需乳白纸就可以发电的新方式。我死谁给你喂猫啊？哎，他拿走通风系统钥匙。Oh no！
电影太久了。这样子打他还蛮痛的。谢谢你祖宗八辈，今天他打我好几次。是的，你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。对，总算来到这边了，拿着一把剑，跳也很难跳，他只能这样子，他只有。轻轻跳，然后跟上砍，跟刺，看来会是一个辛苦的路线。弹回去，刀死哦，对空一刀死真的要靠这把剑打了。
红蓝波，rainbow 蓝色紫色的蓝波，还有鸽子。其他人还要蠢，他站在原地给我砍，你不觉得这比其他人还要蠢？还有风吹我。生气，他真的很生气，因为他失去了一切，他什么都没，他真的失去了一切。一无所有的人是最恐怖的。一起来，但每一次都是主角在搞定的。哎呦，干，好坏！
很可爱。哦，谁？哎、欸，是黑特工，他还活着。这是我的对手。嗯，白痴，好烂，他好烂。谁在哪？然后这个家伙，这个白头发的家伙，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快点！怪，顺序有差吗？
现在呢？我可以逃跑啊！不行，到底要怎样？快了，总算到了这里。这是我的火箭。闭嘴。我已经老了。我在梦中让你想起很久以前的纪念。画面。沉重的手背，而且感觉脑子里插满了刀子，无休无止切割。德林，
招了，换招了，换招了，他换招了。我还以为这样子可以过，结果没想到他换招。为什么他一直狂打我？我是打那个白色废物。看不出来他的招式，三个招式 timing 都不太一样。我想看他说些什么。灰特工死很久了，好可怜啊。他在意回特工。我觉得罗伊尔很邪恶，他的思考方式太邪恶了。哇，他还没死。
龟特工是蛮久以前的龟特工，很早就死了，没有出现过。哇，要连杀啊、哦！哇靠，这太硬了吧！好吧，最终王。对，地面上还有这些是什么怪招式？还有，有补血，真的是佛心了。最丑陋的姿态死去。我们做的是对的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
他讲的话真的是很要求啊。我觉得他不想要拯救世界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只剩这个妹妹了，他自私的心不愿意让他的妹妹去月球，他是唯他唯一的家人。结果是这样结局。真的发射了。这个画面蛮用心的，很想要搭上火箭的黑特工，结果还是没搭上。
真的到了。真的是到了。他居然没有让他就结束、欸、他在这边还安排了什么剧情？还没结束啊、欸？可能是太空吧，跳跃也变高了，跳跃也变高了。其实原本是有位置改变心意，地震。到了，还用超能力攻击他。飞去地球了，
罗米尔就是他拥有一切，然后他太特别，他拥有超能力，然后他是，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，但他从来都感觉不到他对这个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。然后每个人都指着他说他是造成这个世界毁灭的原因，所以他不断的，他不愿意承认，他就是不愿意承认。他虽然一直口头上一直在讲说自己是废物，是废物，应该去死，但他就是不愿意承认，然后他就是要追根究底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但我如果把它丢在这里会怎样？我不能交换吗？我觉得这应该是要让我们做选择吧，真的要我们丢掉他在这里吗？我其实应该不用选择这样子的，我应该可以等。我觉得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，应该会有剧情。至少我是这么猜测的。居然刚好降落在他家门口。就在附近。等一下啊！我没有记录。
猫也来了，他希望你能在自己家里承受赎罪。好自私哦，他的哥哥超自私的。全剧终。没有结局。不是吧？圣母，关键道具圣母。碰撞区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动耶，为什么？这又是谁啊？
还没结束，我觉得刚刚那些路剧情路线应该不只是那样的。要换位再打本体没有错，可是要先打到他就是变弱这样。左边是传送点，到底有没有真结局啊？这是那只虫吗？是，就是他。剑，他把剑是他哥哎、欸，那是他哥啊。
还早了。后面真的有点难。这些场景其实应该都有用。这些安排应该都有一些原因跟伏笔吧，我觉得。可以清楚看到了你的野心，使你和艾尔罗走到哪里？野心？他不想要当务农，他不想要当农夫啊！罗宾不想当农夫。
不是无所不能这个事实。我才不相信呢、欸，二者。醒过来了。干嘛用的？哦，把手扳断。招好坏，不会再从刚刚一开始哦、啊，这边来。丢两颗子呀，过分哦！会吧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啊！星虫被一个扳手小女孩打死，那主角威能呢、欸？主角威能开挨大。啊？还有？没有手臂啊、哦，他有手臂。鸟，水，水，没了。哦。他也是扳手。
该没招了吧？看你的招式用了。很生气，哼，为什么？所以其实所谓的星虫根本就只是一个外星人在后面操纵的，他根本不是什么神。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汉堡。他的确是说这个星球的，哦，那个种子说得好，那个种子。哎、欸，树长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，对，应该乳白质大量补充吗？有可能哦，因为那个巨大战舰星虫被打爆了。结局了吗？或者是说，它就是造成这个星球乳白质被吸干的罪魁祸首，都是被它吸走的。它利用了人类，做了圣子、圣母、特工，然后还。用宗教的方式去洗脑人类，就是为了要大量的吸取这个世界的乳白质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我回来了，我做到了，没错。你就不相信？对。好了，罗宾，我不会再教你怎么做了。好写实哦，这个剧情真的很写实。每一个人都心里都有一点黑暗，除了女主角之外，女主角其实就是主角罗宾，应该也有一点黑暗。可是每一个在这里面的角色。心里面都有黑暗面，活生生的人这样，每一个角色都是。这剧情蛮厉害的，老实说，可惜看台人太少啦，不然这个剧情其实，这个剧情真的很了不起。真的很了不起，这是一个人做的游戏哦。
把每一个角色设定的背后心灵的黑暗面，其实都安排得很好。真的每一个人都有，所有人都不相信罗宾做得到，没有人相信罗宾做得到。就主角是这样嘛，主角威能是一回事，但是没有人相信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反抗，或者是反抗不了。就要你要对抗的东西事情太过巨大，太过强大，你做不到。但其实每一个角色，他们都有他存在的意义，也都有一些戏份，不管是台词或者是个性上的交代，他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很独特的个性。米娜回去了，再怎么生气。再怎么生气，他还是会原谅他，因为爱他嘛。虽然米娜一直丢下他，跟他女朋友，跟他妈妈，但是他还是回去了。然后这个是被圣母洗脑的年轻孩子，这两个还没死哎，那他们可以重新来过吗？这个是当初商会的一号商会的负责人其中之一吧，没死。士兵也是活生生的人，他的战友死掉了。在打架欸，他在打人欸。圣母死，他们很崩溃。刚醒又睡，破啦，对啊。剧情真的蛮厉害的，老实说。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谜题吧，这个可能要上网去看一下人家的见解，或者是去挖后面的彩蛋啊，或者是一些要素的。The end。罗也是这样画的，对，他喜欢画，这是他种出来的花。其实他现在放这个画面出来，我觉得我有一个见解，就是罗伊尔其实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处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女主角罗宾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，然后他就是有他秀他展他可能想要跟罗宾做朋友，所以他给他展现他能力，说我可以让这些花生长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来看，对这个星球来说，把这个花，就是让花长出来的这个能力，搞不好才是最强大的能力，也是最有用的。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天命，反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然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就是商会、特工、圣母到星虫，他
他只是他一直都觉得，因为那些之前他都接受的讯息，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圣子，他应该是要掌管这个星球的一切，拥有绝对的权力，可能可以拯救这个星球。他也是这么相信。可是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星球没有救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他，也没有人想要把他当作一回事，只想叫他滚开一点，因为他讲话很白目嘛。那现在他就这样死了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发现他自己的。他没有自己发现他自己应该怎么做。欸，对齁，星虫弱点其实是罗伊尔打爆出来的，他其实是有帮忙到。所以其实可能环环相扣吧，就是有很多小细节。那女主角罗宾的哥哥，我是觉得他是个悲剧人物，可是他也证明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有他那样的下场，很多原因其实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比方说他做祭司，然后他只是想要求生活，然后他没有胸无大志，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，然后他做出了，他就在那个化学工厂工作嘛，他做出了那个药剂，那他痛恨特工，然后灰特工其实他没有什么出场，他就只有出场那一幕，就是他其实蛮关心就是女主角哥哥，可是他可能讲了一些话，女主角哥哥真的听不下去，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些就是特工天赋异禀，然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然后敢跟他讲这些就是听起来很讽刺的话，他就情不自禁，他拿那个药，他做的药剂捅了那个灰特工。灰特工看起来个性还不错，但就这样死了。然后其他的特工当然是要报复他嘛，就叫他回家。然后回家，他跟他老婆还有小孩待在家里，接受他的惩罚。惩罚就是那个机械去破坏他家，然后他老婆跟女儿就这样死了。然后后来他就一无所有之后，他就一直叫罗宾：“你不要这样做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没办法拯救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回家吧，对，放弃吧，就放弃吧。”但是我们主角威能没有放弃吧。然后到最后他才讲说我再也不会指使你，因为他做到了，他从来都不相信罗宾会做到，但罗宾做到了。所以他这样的角色设定很悲哀，就是很悲哀，但是就是很写实的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很多父母长辈就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后辈做得到，只有年轻人就或者是还很天真的人会认为我的未来是有无限可能，什么都做得到，只要我愿意努力，我什么都做得到。结果这款游戏我也破了，剧情真的很棒啊！老实说，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其实可以再玩味一下。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重看一下 VOD 看剧情的部分，或者是说上网去找这游戏的剧情解析，或许会有一些不错的解答。那已经五点了。今天也开了八个半小时，我没想到这游戏拖了那么多时间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差不多要关台了，我要去收行李，中午要飞日本。那明后天可能跟老板在日本开 IR 咯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再看，拜拜。
没办法休息了啦，这时候还休什么息？对，晚安，拜拜。